整天没吃东西了，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七娘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什么事儿，二郎，神都如今已经有粮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二郎，我们出去转转好不好？你以前不是说想去看看神都以外的地方？我陪你出去，看看神都以外的大好河山，好不好？七娘，我兄长的事情，本该由我自己承担的。是我连累了你。二郎，我们是夫妻，遇到什么事一起承担便好。